不要，不要！你是我的使者，你发誓要服从我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再逼我杀人！不要，不要再逼我杀人！你放过我，傻瓜！希望是这一刻。咖啡，嗯，还不够刺激啊！马克都贬值了。哎，明天不晓得有多少人不买马克了。喂。喂，露露。你烦不烦啊？每天晚上都打来，我已经报警了。你可能是魔鬼的女儿。你是1969年6月6日6点出生。色情电话我听得多了，没有一个像你这么烦的。只要你肯接受我的誓言，我可以给你一个愿望。是你毕生的愿望。我已经够烦了，马克一直下跌。你这么厉害，叫马克升职啊。OK, sure。我在楼下等你。神经病，神经病！露露，什么事啊？有个神经病打电话来说我是魔鬼的女儿，还说我想要什么都能实现。我就说希望马克升职，谁知道马克真的升了，他还叫我去找他呢。奇怪，我陪你下去看看。你在这边等，我过去看看。哦，好。哎，欢迎。再也不回来了，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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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不要走啊！不要丢下我。全城黑暗的主人，要证实这个6月6日出生的女子是不是你尊贵的女儿，就只有破开她的胸膛，把她的心挖出来。如果不死，她就是你真正尊贵的独生女。
什么一天到晚做噩梦了。早就鸡毛子喊叫好不好啊，一早就玩得这么疯啊。不是一早，昨晚就开始了。真的有这么厉害？我找到一个上海黎明。干嘛？在说我啊？我煮咖啡去了。煮咖啡多少时间？5分钟。再来一次。好，你要猛一点哦。你最近常做噩梦啊？是啊，老是梦到我老爸。你老爸已经失踪了十几年，恐怕早就凶多吉少。哎，你说这个世界有多巧，记不记得下午约了的那个警察，叫穆铁兰的那个，原来是他的搭档，你说有多巧。我叫佳明。你们俩真配，一个叫佳明，一个叫玫瑰。穆铁兰那么喜欢打人，我看你也一样哦。哎，你搞清楚，我是动脑筋，他才动手啊。俗话说，聪明人动口，笨蛋才动手。他是真的比较棒。哎，其实你们两个也很合得来，他喜欢打人，你喜欢泡妞，你说有多合啊？没办法，天生我才必有用啊，谁叫我长得比他帅呢。哎，我们两个，你觉得谁比较漂亮一点？如果你相信我的话，我就说是你。你怎么说这种话，讨厌，不理你了啦，我们走。你真的生气了？没有，这个叫做情趣，你不懂的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？我好像看到在梦里见到那个人，在哪里？哎，不见了。好了，你不要疑神疑鬼的，我肚子饿了，快去吃早餐吧，走吧。两位是不是照旧？奶茶还有一份吐司。我是不怎么饿了，来个通心粉加煎蛋加鸡翅膀加香肠，两个菠萝面包跟两个叉烧包，够了。嘿，没礼貌，快点吃东西哦。我不要。没吃要趁他睡老是梦哦。那小女孩好可爱啊。不要顽皮啦。那些臭男人要吓吓他们。雨下真大，全身都湿了，真倒霉。袋子好像有家伙。来，给我打个招呼。怎么样？才早上8点多，做贼的哪会这么早起来？鬼鬼就到了，是穆铁兰呢。他来干什么？不要吵。他来抓那几个嫌犯。
从来都没有开过枪。舒服、啊，佳明，阿正什么时候可以走？那也要等到南哥回来才可以走啊。吴警官，拜托你大发慈悲，无论如何要帮我这个忙。我老实跟你说，这件事情真的很棘手，
我不知道能不能帮你。你是不肯帮我忙了？这一次啊，我全家大小通通都指望你了。以后什么吃的喝的全部我请，就一个礼拜的时间，你帮我搞定这件事情，好不好啊？哎，怎么样？我先跟兄弟们商量一下。哎，各位，别这么客气啊，你们叫我 Peter 就可以了。想要什么东西啊，尽管点，别客气啊，我帮你记下来。好，上头下了命令，今天早上后巷那些女子凶杀案，由我们重案组 A 队接手，限一个星期破案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各位。帮我下个三明治。佳明，你解释一下案情。是。那么根据现场摆设还有他的证物呢，发现这像是一个邪教的仪式。那么女尸身上呢有用血化成的七种不同的符号，头上面呢还有一个用金鸡扎成的羊角，最惨的是她被一个倒转的十字架给绑着。目前我们只有这些线索。启示录里面的羔羊。启示录羔羊是沉默羔羊的续集啊。圣经的启示录有提到，被宰杀的羔羊理当要接受全能、丰富、力量、智慧、尊贵、荣耀，还有重责。这个凶手一定看过《火线追妻令》。废话，也就是说，可以获得世上的一切。哦，不过我还是不明白。羔羊就代表耶稣，被杀的妞就代表耶稣。哎，别来啊！我也不晓得，我不是宗教专家，不过我在教会学校长大的。陈警官。看样子你对宗教认识不少，很希望你来协助我们调查这个案子。对不起，吴警官，我现在还很怀疑你的精神状态是不是适合执行这个任务。老实讲，我正在调查你，恐怕会有冲突。陈警官，我不同意你的看法。其实只要立场清楚，将两件事情放在一起调查，我觉得反而会事半功倍。不过，哎呀，好了，帮帮忙嘛！如果这一次破不了案的话，我就会丧失英国居留权，搞不好啊，连老婆孩子都得回来。好了，帮帮忙啊！陈守正，想不到你还会回来找我，我以为只有那些小太保才会回来找我呢。这么多年没见了，所以想来看看你啊，顺便想请你帮个忙，帮我看看这些照片。是不是信奉邪教人所做的？牧师啊，你这个教会一个星期收的奉献不少啊。不是很多，够付弟兄们的医药费跟安家费罢了。蛮好赚的。哎，你不要烦牧师了好不好啊？哎，我看过了啊，这些照片呢通通都是反基督邪教仪式的照片。什么邪教啊，他们都还有十字架。哎，十字架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圣物，横的那条呢应该在上面，但是代表魔鬼邪恶势力的标志呢，就是将十字架调转过来，也就是说是反基督的象征。反基督？为什么他们什么不反？有一件事呢，我一直摆在心里边，从来没有跟你说过。该不会想告诉我暗恋我？真神奇！有一次啊，我看到你爸爸的脖子上面呢显示了三个六字，这三个六字一起出现的话呢，等于是将这个十字架调转过来，这个是代表魔鬼的记号。那后来怎么样？哎呀，当时我正年轻，又害怕，就没有时间问他了。只知道几天之后你爸爸就失踪了。今天呢，你也当了警察，又发生同样的事情，我真有点替你担心呢。不用担心。哎，你要记住啊，如果遇到邪恶的事物呢，你就用十字架、圣经的金句，还有火去做你的武器。更要求上帝呢给你更大的力量，你不需要怀疑哦。信心是一个基督徒必须具备的。哦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对接那个男人跟踪我好几天了。那你过去看看他干什么？大广啊，你跟他一块儿过去看看。知道。哎，吃饭了。讲到耶稣我就肚子饿。人呢？在哪里啊？不可能啊，我明明看见他了。哎哎，吃什么？是啊，吃什么？炒蔬菜好吧？啊，这家金融公司的女经理跟另外两个死者有两个共同点：第一，他们三个都是1969年6月6日出生的；第二，
就是他们三个人都同时拥有一张最近推出的女性专用信用卡，所以我挑选了这三位同事，而他们三个呢都同时申请了那张信用卡。我假设这个凶手呢是用相同的模式去追捕猎物，凶手很可能跟他们三个人接触，所以我希望你们呢能够一方面保护他们，一方面利用他们三个人当做追捕凶手的桥梁。我叫张美丽。我叫周淑珍。我叫利用。利用啊。L-E-O-N 利用。利用是警校的高材生，跆拳道黑带，他曾经有空手制服两个持刀匪徒的记录。他们是不是已经进行卧底的工作？已经开始了。我想在他们的身上装一些追踪器跟窃听器。这个你自己决定，我现在要回家去吃饭。我全家人的幸福就全部交给你一个人了，拜托你了。来吧，谁接呢？你可以装了，长官。装是啊，好，我马上装。你装啊，我身上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。这两点我看得出来。长官你好。对不起啊，没关系。谁？是不是有人？接你的。你说什么？我叫犹大，耶稣十二个门徒里面也有一个叫犹大，他们全都是在耶稣长大之后才跟随他。可是我们不一样，早为你安排好以后的路，你一定要接受试验。如果证明你是主人的女儿，你的真性情就会显现，在那天将掌管全世界。你疯了。我身体里面有一种力量在支配我。圣女，在六月六日，你要接受测试。他要小命儿过来，小命过来，快走！有人杀我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有人
这个凶手在香港的确史无前例，这种狂徒从80年代一直到现在就在美国出现过很多次。美国 FBI 已经推行一种心理描绘技术 Psychological Profiling， 这是专门用来对付这种精神不正常或者是有宗教狂热的凶手。为什么他一定要把所有女死者的心脏挖出来呢？根据现场的一些宗教献祭仪式，我们假设推断魔鬼的女儿是1969年6月6日出生，她并不知道自己真正身份，而是持有特殊任务的魔鬼使者。他们只要把那个女人的心挖出来，而她仍然没死，就可以证明她是魔鬼的女人。那魔鬼的儿子不就割掉那个？这些根本没有科学根据。他疯了，搞不好他还会喝完水耳朵打嗝呢。朱博士，你是不是觉得他故意装疯呢？很有可能，我相信他会去找你。喂，嗯 ，OK， 他们查过了，信用卡中心没有一个职员符合凶手的特征。如果他不是信用卡中心的职员，怎么会拿到信用卡中心的资料呢 ？Ladies 信用卡中心，您好。喂。喂，记得我吗？记得。今天有没有我要的东西？有三个。老地方见。还记得我是你什么人吗？你是我的主人。我说的话是什么？是命令。现在做你想做的事吧。这么热，来罐饮料吧。谢了。不要脸，色狼！别闹了，正经点。我只是想看看追踪器有没有穿帮嘛。喂。Leon 吗？是啊，你是谁？我是你的好朋友，一个可以满足你这辈子最大愿望的好朋友。满足我最大的愿望？我的愿望是得到一辆 Benz。 你已经得到了，你还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一切。哪会有这么好的事？今晚12:06来晚沙街，记住，你一定要准时。亲爱的佳明，我已经等了一个钟头，可是还没有看到目标出现。亲爱的李勇，不要心急嘛，要爱你的敌人，带点感情来等他，知道吧？这个变态要是被我逮到的话，一定把他阉了。我一听到女人讲这种话，我全身每个细胞都兴奋起来。你小心我割掉你的小弟弟。哎，你不要说得太过分啊，当心我捏死你哦。你躲什么躲啊？有什么好紧张的？我怕你太兴奋就会捏我嘛。你放心，我不会饥不择食的。你去死了你！喂，什么东西满朝鲜啊？是不是很兴奋呢？哎呀，你捏就捏吧，不要摸那么紧。哎呦，好痛啊！哎呦，我又放手了。哎呦，哎，搞什么鬼？他侮辱我，我要回去了。你这辈子没抓过男人呐？哎，你们这么吵，鬼才会来啊！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
对不起嘛，南哥，没事啊，你看没事了。还好利昂还在。他妈的，我扁你！你去哪里啊？不找吧，哎呦，你看李勇他不是还在？不见了，李勇，李勇，南哥，等等我。我差点一枪打死你。谁打死谁呀、我的枪呢？别跑。走啊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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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呀来呀，哎，放手放手啊，那女孩在哪里？那女孩在哪里？哎，枪找到了，我警告你不要再招，让我一枪打死个王八蛋。我再问你一次，那女孩在哪里？你不说我一枪毙了你。答复我！我没有开枪啊！别人是不是玩真的，你都分不出来啊！每次都这个样子，这下死定了！打死人了！快点报警啊！他们打死人了！快点报警啊！快点！王长，哎，招！哎，指挥官，王长，油不得了了！总局来了两个督察室的人，这下子我们死定了！不要吓我、是真的。30468周督察是吧？是，长官。那位先生是谁呀、是我的同事。哦，同事啊。
怎么称呼呢？我是25479，李大伟长官。哦，帅哥，来，哎，先喝杯奶茶。来来来，不要客气。谢谢。咖啡。哦，谢谢。我们餐厅的咖啡很不错的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辛苦你们了，那么早就麻烦你们。哎，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没事没事。哎，你们知不知道啊？我家里一早就吵吵闹闹的，老婆又不肯准备早餐，一群小孩又哭又闹的。长官，你家里没事吧？没事，我老婆怕我饭碗保不住，挨不到97饿。不会的，长官，不会最好。可是我老婆说要回娘家，丢下我一个人，谁知道又听说我两个手下出事了。他们是我最能干的手下，没有他们帮我破案的话，哎，等不到97啊，我就完蛋了。哎，哦，那些三明治啊，是我买给孩子吃的，你们拿去吃好了。嗯，反正他也不认我这个老爸。长官，不然这样好了，等破了这件案子之后，请吴警官来总局看我们一下。哦，这样你很难交代。哦，没关系，这个问题不大，我们可以拖一下。不过希望长官在这段时间之内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全部包在我身上啊！好，那我们先走了，不打搅了。再见。好。哎，走的时候顺便带杯咖啡喝啊。哦。谢谢长官。嗯。再见，长官，再见。哎，有空常来坐啊。哎，局长，你真太棒了，还会动用老婆三明治。嗯，你少跟我嬉皮笑脸的。嗯，李勇呢？李勇去哪里啊？你们说。阿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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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你，是李勇，他在火堆里。哎，我来接。喂，重案组。哎，是找李勇的电话。两位请节哀顺变。这两位是？哦，李勇的父母。哦，两位。我们对令耀的殉职感到很难过。今天发生了一件怪事。什么怪事？你说。令耀很喜欢车子，可是没有钱买，常常连做梦都想买一辆。结果今天果真有人送了辆 Benz 来，还说已经给钱了，还用他的名字，结果就出事了。令耀生前曾经跟修总说过，他希望能够拥有一辆 Benz。他算是完成令耀的心愿。你说利昂死得很奇怪，跟之前那三个一样奇怪，都是被一个精通解剖学的人所杀。你看，完全跟心脏手术一样，血管接得很完美，用刀切开肋骨的时候也不会流太多的血，然后把心脏拿出来的时候，一切血管完全接好，好像经过换心手术一样，非常专业，不像那些杀猪的随便乱切。而凶手他对女性的乳房也非常的爱护，他的落刀点可以完全避开死者那一对形状优美的碗形乳房。这个我同意。他从被害人的乳房底部割开，然后斜向上切开胸骨，接着把心脏拿出来。这个手术非常的完美，完全没有破坏到乳房。我看这个凶手根本就是个变态。我看不是，他不是珍惜女人的身体，而是他认为如果是魔鬼的女儿，就算把心脏给拿出来依然可以生存。我们在死者的血液里面验到一种神奇的麻醉剂，它具有止痛的作用，可是不会使人失去知觉。不要强调你对他的欣赏好不好？我怀疑他在清醒的情况下被人动过手术，换句话说，他是亲眼看着自己的心脏被人家挖出来。这可算是我听到最科学的理论。你不信我试给你看。你看，脊髓附近的神经一点也没有被破坏。我跳下大神经线呢，在停尸间这种事常有，有什么好怕的？黑猫，他们有没有跟你说话？陈守正，
下一个就轮到你了，我们在下面等你。有一件事啊，我一直放在心里，从来没有跟你说过。有一次我看到你父亲的脖子上出现了三个六字，那三个六字堆在一起，就像把十字架反转过来一样，那是魔鬼的记号。我回来找你的。当时我还年轻又害怕，所以我就没有问他，谁知道没多久你父亲就失踪了。喂，你是阿正吗？尤大，你为什么要杀令？我要惩罚那些警察。我知道那个根本就不是主人的女儿。谁是你主人？是不是上次你说在你身体里面叫你去杀人的那个声音？上次我乱说的，我已经知道你一生的愿望是什么。什么？我进你的梦里，在梦里我看见很多东西。你的梦是一个没有颜色的梦，我说对了吧？错。我在梦里面看到你爸爸，我想你一定很想念他。不是，我没有想念他。你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再见到他。不是，我不是。我知道他现在在哪里，也可以告诉你，不过你要出来见我。Testing 45007成熟证。Kobe。凶手昨天打电话约陈警官见面，根据声音纹路的分析，这跟上次约亮的是同一个人。很明显的，凶手已经发现了警方进行卧底的行动。放轻松，不要怕，一定要保持镇定。案情已经由凶杀变成了直接向警方挑战。大家记住，陈警官的生命和我们警察的声誉都操在我们手上。凶手所约的地点是在星期日的皇后巷广场，那天会有成千上万的游客，无心的会掩护凶手作案，所以大家注意，不准离开自己的岗位。我暂时没有看到任何可疑的人物。不要着急，他既然约了你，就一定会出现。你在哪里？当然是在有利的位置，亚明会在你身边保护你。Number 3 Come on, Bissam Hong Kong government. Number 3. 让开！
让开！你在哪里啊？我现在在京都广场大厦的天台。迷途的羔羊，你终于回家了。我爸呢？知道他的下落是你一生最大的愿望。我刚刚明明看到他。那个是你的心魔。你在说谎，你到底愿不愿意接受测试？我告诉你，我不是什么6月6日出生，我也不是什么撒旦的女儿，我是警察投诉科陈守正警官。主人，求你宽恕他被这个世界教导得这么无知。告诉你，你想念的爸爸，他其实只是你的养父，他是在我之前的一位使者。你的父亲是一个全能的撒旦，你妈妈在你出生之前就已经死了，因为你在他的心脏里出生。疯子，你是个疯子！你的养父是个叛徒，他竟然到教会寻求庇护，所以你是在教会里长大的。你养父以为到了意大利接近梵蒂冈就可以躲避我们。他已经死了，而且死得很惨，他患的是艾滋病，那是撒旦主人带给这个世界的小礼物。神经病！我也相信你的。有事慢慢说啊。求求你别打我的脸啊。你不是想抓我吗？我会达成你的愿望的。别咬我！我要是你就会讲出来，免得活受罪。这三个人是不是你杀的？啊！主啊，请你宽恕这无知的人，他们不知道你才是掌管世界的真主。主人为了将你们从为善假道的中释放出来，
将他的独生女赐给你们。你们不但不知道感恩，还要害我。你们悔改吧。给你妈的头啊！改。你妻子得了癌症，躺在医院里，你是不是也很想将一肚子火发在我身上啊？来啊，来打我。你有个七岁的儿子也得了癌症，接受电疗以后，他的头发会全部掉光，他很痛苦，我听到他叫爸爸爸爸。你怎么知道？你个闭嘴，我打死你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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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他点教训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想打死他呀。好了，这次就算给你点教训。你很快会到我家来，你的头不停地流血，越流越多，越流越多，越流越多。哎，你不用说这些话来吓我，我这个人是绝对不会到你家去的。别听他的，他想对我们用心理战。是不是事实你们心里有数，我的确可以看到你们的过去跟未来，基本上你们都是可怜虫。这位长官喜欢用暴力，是因为他有心病。他老婆被一群小混混抓到天台，惨遭轮奸，还被推下楼。他不知道是哪些人做的。不要再说了。所以抓到一个小混混就打一个，对不对？我老实告诉你，你没有机会报仇了，因为那群小混混在澳门作案的时候被别人杀了。你老婆真的死得好惨哦。不要再说了。男人压在地上扯破衣服，他只能说不要不要。闭嘴。我打死你个王八蛋。赵冲动，他故意惹你打死他。长官，长官，找到他地址了。怎么找到的？他身上有张垫背单。关起来。你们管不住我的。哇，看他穿的人模人样的，怎么住的地方这么臭啊？哇，这个屋子好像泡过药水一样，好臭啊！大家小心搜，不要破坏现场。是。下去吧。啊，这么陡啊！你该不会害怕吧？那个家伙很诡异啊。你真的相信他？可是他说的跟真的一样啊。那你留着。其他人跟我来。是。叫你下去你就下去啊，拿多少钱就做多少事情嘛，干嘛那么听话啊？哎呦，怎么还漏水啊？啊，是血，谁在流血啊？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佳明，小心点。是。
佳明，你没事吧？哎，醒醒，醒醒啊！没事，我晕倒了，晕倒了。哎，一怕就晕，一晕就不怕了。这是最好的方法，百试不爽。刚刚是什么？什么东西砸在我头上啊？你刚刚亲那么久都不知道什么？南哥，你千万不能告诉别人这个东西亲过我，特别是不能告诉那些女人。队长，麻烦你下来看一下。你觉不觉得这幅油画里面有很多事情发生过？你是说这家伙要做什么事情都事先画下来？队长，这里还有信。你看这女的像谁？哇，画的好像阿正啊。你们真的确定她在意大利死了？怎么死的？真的是艾滋病。没事了，谢谢你啊。阿正，我的乖女儿。你不会再回来了。你知不知道这个不是你本来的面目？你看着镜子，镜子里那个不是你。你知道是怎么样的？你知道吗？怎么了？好像很累。哎呀，那个家伙真的疯了，在家里面摆了具尸体，都死了几个月了，整个皮都烂掉了，一个不小心碰到，嘴巴都肿了好几天。你是碰到他嘴才肿的？不是，我是因为恶心，我就想吐，结果吐得太厉害，就把嘴巴给吐肿了。那你肚子一定饿了。现在谁给我碗馄饨面，我就认他当娘了。要不要放一点青菜啊？那我就以身相许。我去买。哎，阿正呢？他一回来就躲在房里发呆，好像有很多心事。我走了。好好的被个尸体侵倒，真是倒霉。要是掉下个美女来撞到我的嘴，那该有多好。漂亮，人家无聊，所以就化个妆来玩一玩。有什么好玩的？我平常就只喜欢玩那个。你每次都把玫瑰搞得叫那么大声，你真的很厉害啊。这个
马马虎虎应付得过去啊。我喜欢高高瘦瘦的男人，不过我不喜欢长头发的。办完事我就去剪。我好久没有谈过恋爱，我也好久没有让自己喜欢的男人抱住的那种感觉。想不想试试？想。好香哦。你喜欢这个香水吗？我告诉你，这辈子我都好倒霉哦，心里想要的东西都会被别人给抢走，就算心里有需要也都得不到。哎，馄饨面，猪皮，猪脚。我很像猪脚吗？我想要去猪脚，不，我想要去厕所。啊，你好坏哦！好好的去厕所干什么嘛？今天那个面摊没有开，不如呢，我帮你煮一碗。嗯，那。睡觉，我不吃了。哎，你怎么化了妆啊？晚安。怎么回事？哎，我怎么化了妆呢？我到底在干嘛？啊，爸爸，我的乖乖，啊，你知不知道？怎么会这样？不会，不是。看看镜子，怎么会这样？啊！你应该知道你是什么样子，你知道的。啊！是谁？会在一起。长官，我想要单独跟他聊一下。你小心点，他很危险的。是我们把他抓回来的。我在外面，有事就叫我。你在改变。你说什么？你是主人的女儿，你一定是。很快你就会相信我们是自己人，你的本性逐渐显露出来。你是不是很想化一个很浓的妆，现在试一下男女之间的乐趣？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你今晚来找我，是因为你开始相信我，而且你想证明。明天就是6月6日，在你接受此事之后，你将会是世上最有力量的人。如果说你愿意的话，你就会有足够的力量去控制其他人的思想。如果我真的有力量，到时候一定要你死。那一千年完了，撒旦必从监牢中被释放出来。其实路上是这么说的。你不要以为我会相信你说的话。对不起，主人，我惹你生气了，请惩罚我。那就去死啊！快点！
投诉说你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蓄意伤害他们的身体，你看看能不能认出来。你是不是很恨女人，所以你要对付他们？档案中记载你曾经打过你女朋友，不过你女朋友拒绝起诉你，有没有这回事啊？他为什么要放过你？他是个基督徒，他一定会原谅我。你女朋友对你这么好，你有没有后悔打了他？有没有啊？没有，他根本就想甩掉我。他爱上了一个牧师，那个牧师满口仁义道德，说什么神爱信人，就这样抢走了我的女人。你以为这些女人没有一点啥关系？如果有机会，你会不会再杀掉他们？我杀了他，我现在就杀了他！不要再乱叫了，这个时候耶稣也救不了你了。你听我说，杀他根本就不值得。我会带你去一个让你快乐的地方，那里永远不会有人打扰你。放开他，他只是一个微不足道、相信偶像的笨蛋。从今天起，你有一个值得真正跟随的信仰，你不会再孤独，而且你会找到一个最适合你的伴侣。你一定要相信我。枪给我，把枪交给我，枪给我。走了，我要跟着你，我相信你，走了，你是我的主人。我刚才做了些什么？好像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似的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看着我干嘛？你知不知道你变成另外一个人？是吗？什么是不是？我开始怀疑尤大说的是真的，你是魔鬼生的！你胡说什么？我胡说什么？你抢走我的男朋友，我都没跟你计较。刚才那么危险，你还刺激那个疯子！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不跟你计较。你当然不计较了，你抢走我男朋友还计较什么？我抢走你男朋友，你发什么神经呢？去死吧你！去死！你才应该去死！去死！不要再难过了嘛，又不关你的事。我现在开始相信尤大讲的了。他说我只要说一句话，就可以决定人的生死。我只是跟玫瑰说，叫他去死。结果，玫瑰。他疯了。如果他真的这么厉害，就不会被你抓到了。
被抓到他就没跑掉。喂，我是。啊？他跑掉了。跑掉了。是。我知道了，我会保护阿正的。哎，如果你们方便的话，就多找几个人来支援我。是。我知道了。把房门锁好，没什么事情千万不要出来啊。喂，叫阿正听电话。你这个王八蛋，有胆子的我就想打死你。我懒得跟你啰嗦，叫阿正听电话。啊，是我朋友打来的，你先进去吧。知道你是个没种的家伙，有种就过来跟我单挑。吴铁男，那个混蛋打电话找阿正。我知道。你怎么知道？上次尤大打电话给你的时候，我偷接了你的电话线，还没通知你。你早点告诉我嘛，那我就跟他讲久一点，好追踪他的下落了。正在查了，等一下。喂，什么？喂喂，佳敏，怎么样，在哪里啊？你听好，玫瑰家里有两条电话线，尤大在另外一条电话线打电话进来。他在家里面打电话给我。另外一个电话在哪里？在阿正房里。小心一点，我马上来。阿正，出来聊聊吧。阿正，在演蜡笔小新呢，你最爱看的节目。佳敏，佳敏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尤大，阿正已经被尤大抓走了。啊，不知道被抓到哪里去了。哎呦，尤大的所作所为，一定跟壁画上画的那些东西有关。我要找个专家再看一看。什么专家？哎，这里每一幅画都是反基督的。欧美很多邪教都有这种画像。对了，牧师，尤大把阿珍捉哪儿去了？我是牧师，又不是先知，所以我不知道。早知道找个和尚来了。哎，这幅画呢，就多少有一点暗示。耶稣基督在1963年前被罗马人呢钉在十字架上面。魔鬼呢是很小气的，他每样东西啊都模仿上帝，
他派到人间的后代一定是跟上帝相反的，所以呢会是女性。耶稣在高山上死亡，所以他的后代就会在高山上诞生。耶稣出生的时候呢，伯利恒上空有一颗星星，我想他的女儿出生的时候会是月圆。今天是6月6日，正好是农历15，就是月圆。嗯，很可能就是今晚。不过是在哪个山上呢？香港还有哪几座山呢？太平山呢、大雾山呢、狮子山。慢着慢着，我记得耶稣是在高山上被魔鬼引诱，用全世界来交换，他还向魔鬼下跪。哎，阿正找到犹大的时候也是在一座大厦的天台上，还说犹大要试他。在都市，高山就是大厦，大厦上面有圆月，一定是在那座大厦上。走，我们走了。哎，等等我啊，我没带钱包啊。你们两个小兔崽子把我利用完了就想甩掉我。我是重案组 A 队小队长，我正赶往中环京都广场，那里有邪教分子正在企图谋杀少女，在附近的警力立刻赶往支援。什么东西啊？圣水啊？百花油，压压惊呢？你自己喝吧。主不会宽恕你的，居然不带我。有车，有车。哎呀，这下好了，感谢上帝也赐给我小巴士。队长，马上宗教线人来支援，其他人过来。是。怕了，怕就留着，不要跟来。我很怕，可是我不得不跟啊。划花了我的脸呢、啊，那就割喉咙，拜拜。你没事吧？上次已经有人被割过喉咙了，我还那么不小心。对呀、啊。自己在那边休息就行了。好。嗯。你能不能够陪我一起下去？分头找，
是。是断了，你不痛啊？这些魔鬼，我奉主耶稣基督之名要你们躺下。我不怕十字架。十字架是没有生命的，你当然不怕了。我制服你是全凭耶稣基督赐给我的力量，你还不躺下？
主人，主人，不要，不要过来！请你赐给我力量。使者吗，牧师？我可以老实地告诉你们，我也不知道。你照顾他。好，我先回去写报告。不要怕，没事了。我真是不明白，为什么他非要说我是魔鬼的女儿呢？弄得我差一点啊，都以为这是真的了。我也不明白。为什么我会跑到这里来？我爸叫我。我爸叫我做一件事。哪里买来的这个猪心呢？啊！